我们火山灰是隶属于北浪企业的，然后我们北浪企业旗下它拥有四个餐饮品牌，有鸿运火锅、火山灰、薄荷音乐餐吧，然后还有三生石餐厅。我们在福建已经有13家门店了。我们企业的宗旨是中华美食世界北浪，所以希望弘扬中华的美食文化，然后把中华的美食带到全世界。菲律宾马尼拉是我们海外的第一站，Seascape 火山灰这家店呢也是我们的海外第一家店。另外呢，第二家的鸿运火锅在101 Hotel 的隔壁，现在也在装修。我们还会继续的扩展。我们这家店的话呢，它是一家派对餐厅，所以我们是有 KTV， 然后有歌手驻唱，另外我们还有现场剧目可以互动的。我们主打的是海鲜、烧烤、音乐、酒廊。我们是7月15号到8月1号开始试营业的，然后试营业期间我们会有特别多的活动，然后也是限量预订的。现在屏幕下方有那个预约电话的，期待大家光临，谢谢。